顺势往右拉，可以拿出隐藏的菜单，选择系统 WiFi 设置，连接附近的网络。连接网络后，返回主界面，选择任意菜单，进入登录界面，输入手机号，获取验证码，通过验证码登录系统，可以实现多频数据共享。选择好参数配置、保存，并可以新建测量，输入测线的名称，输入 X 坐标，进入设置界面，可以选择好测量深度、测量模式、测量通道数，根据实际需要选择通道数量。也可以选择选频叠加次数，一般叠加次数越大，测量的时间会越长。确定后，进入测量等待界面。如果通道出现异常，会跳出提示某某通道错误。如果连接正常，那么会进入正式的进度条测量界面。当进度条1到100，均完成测量。测量的过程可能会比较长，用户可以根据第一次测量的时间设置好手机闹钟，等手机闹钟时间到反过来查看，确认好数据，进入数据界面，点击绘图，可以绘等值线图和曲线图。首先我们选择等值线图，进入绘图程序。绘图后可能是 3D界面，可以通过上方选择 2D、3D 切换，也可以保存图片。返回后，也可以返回到数据，再制曲线图。选择曲线图后，右上方可以选择深度或保存图片。